面又出瓦斯对付哈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被谁逼的？是被这个政府逼的哈，是被这个政府逼的哈，被这个体制逼的。那我们做好最多的准备，最好的准备，所以等一下物资组还是会先发那个湿纸巾。那也是说，如果真的用吹瓦斯，大家可以捂住口鼻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这东西传下去，一人抽两张。一人抽两张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又有一个朋友提供一个小尝试哈，就是真的如果遇到催泪瓦斯的话，这个湿纸巾是拿眼珠扣眼，然后手不要去碰眼睛，手碰眼睛会很痛。没有，他有东西要给他。可是不要小看大家，我刚刚走了一轮行政院，我发现在行政院的出入口有比现在的人还要少，就是比我们更少的人仍然在那个出入口就是挡住，然后他们非常安静的在那边静坐着。我只是要说，我们不是少数，我们不希望就是用多数决的暴力来压迫我们这些少数人的声音。警察不到，我们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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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还福报！
退，不能闻到，后退，警察才要后退，你们才要后退，你们才要后退，一人一半，不要动，你没有打我，我没有打你，我没有打你，你们刚刚就推过来了，对，對對你是问你，你们刚刚就推过来了，我不会动你们，那你们怎么是吗？那这个谁打出来的？我们刚刚确实受伤了，你们怎么？我站在第一个，我就受伤了，注意安全，我不想你们受伤，你们被几号？快点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这是不需要告诉你，你需要，我不需要。好不好？你们先往前走。同学，你受伤了吗？同学，哪里？他们打你吗？打你吗？他们打你了吗？还要打我头？我全身衣服都被拉松了，都被打。他用盾牌撞我的头。记得什么是民主？地板。那个我们的特勤的同仁在经济班继续驾离。那个特勤的同仁，麻烦再拜托妈妈。他妈的，我都打！要不是我收证啊！要不是我收证啊！Thank you.
往前走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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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